怕西洋那么多 conference 啊，整年参加 conference 就饱了，都不用买衣服，也不用买便当。你不用网路线，这在 Google Docs 上面的、啊。对啊，你有存档吗？离线吗？你上云端的吗？ Hello, 那个我之前开始吗？好，开始啊。我那个之前就是用 Google Docs 做我的简报，然后发生过惨剧，不过我今天不信邪，还要再试一次。那、啊、请大家配合一下，不要太吵这边网络哈。啊，我要讲是 GitHub， 它基本上是跟 LBS 有关的一个 Web Service。那 LBS 不是算你的有几棒啊？它也不是拉力赛啊。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东西呢？其实是在通常新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这种东西，就是 traffic 塞住了。那在某年过年的时候呢，我想要走高速公路，那、啊、可是它事实上的状况是这样子的，对。那我觉得应该有其他的路，像是这样康庄大道，所以我就在想说，好，如果说有个 third party 的服务，能够把这些各个点的 position 之类都集合起来，每辆车的 position 集合起来，提供给 routing service provider， 那这样我们应该会有更好的 routing 的品质，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被一直放在脑子里面想。那后来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突然间从一个上班族变成一个 freelancer，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对，然后我原本要去新加坡的，而这个时候就碰到一个长胡子瘦瘦的怪人啊，他跟我说他有个东西叫 Vast， 然后做什么P2P 的空间的订阅，不不不这些东西好像很屌的样子，对，然后不管他，对啊 ，anyway， 就是后来谈一谈之后发现，哎，做的东西有点像，所以说我们就 merge， 那时间是在2010年1月1号，就今年的年初1月1号。对，那这个东西其实主要是要提供给一些软体的 developers 一些 RESTful 的 API。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像比如说他可以在自己的 application 里面创造很多的 layer， 很多的空间，然后去加很多的点，然后每个点都可以继续 publish 自己 position， 而且重要的是它是有 Z 轴，是 3D 的，不是像一般的只有 2D 而已的。然后 query 的时候也可以做用 3D 的 query， 然后可以做一些 square 或者空间的 query， 然后也可以对 node 或者一堆 node 做 query 这样子。然后他也可以在上面互相传 message 啊，收 message 之类的。当然他也可以支援自爆功能，就是把自己毁掉。那现在是正在 beta 的状况，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来帮忙做我们的beta user， 然后给我们看是干还是赞这样子，对 ，contact 点 gas.com， 对，那一般大家最期待的东西，哦不对，这张之后啊，这样最期待的东西应该说 live demo， 对，那一般来说 never live demo，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试试看。我要来让 live demo 爆炸的。OK， 那因为我不是正面设计师哈，所以说大家只能看 console 的讯息来看来验证我们的结果，对不对啊？那我们这边我们开了两个浏览器来模拟比如说有两个人在这个会场里面做 check in 的动作啊。那比如说 Blue Tier 这边，OK， 我有点慢。OK， 那我们再来，Red Tier 来了，那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行政室这边。只有我一个。那刚我们可以看到 Red T 是在这个位置嘛？那我们如果说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 ，Red T 是在我 query 范围之内。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讲什么了。我只是来。It works. OK， 那反正它可以动就对了。哇，好，那这是有史以来我讲过最快的那个闪电秀，谢谢各位这样子，拜拜。阿内鸟。对。